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欢迎大家去收看由伟哥录制的王者荣耀实战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英雄是宫本武藏。啊，看下双方英雄，对方有花木兰、周瑜、孙悟空、吕布、貂蝉，我方有孙膑、刘邦、韩信、兰陵王，还有宫本武藏。然后因为对方有三个是带着医疗，我是带着干扰，因为宫本武藏是有二技能，二技能是可以有三段跳，就是可以跳跃三次，而且每次碰到敌人的话还会产生一个防护罩，然后就是用于逃跑或者进攻都是比较好用的，所以就不带闪现了，带了一个干扰。干扰是可以在对方箭塔或者基地，就是干扰对方的箭塔攻击敌人，就是几秒钟之内对方的箭塔属于那个干扰状态，就是不能攻击任何人，这个是在箭塔下强杀或者强杀是比较好用的。刚一开始，然后我换孙膑直接来了个加速，把我们全部加速了一下，走到前面，但是我们的兵还没跟到，只能在中路这一块等一下，等我们兵到了之后来一个一技能。我是先加了个一技能，宫本的一技能是一个龙卷风啊，先往天空吹一下，然后把人吹到天。啊，这是对方中路出现一个两个英雄，一个花木兰，一个周瑜。啊，先调戏一下周瑜，来一个龙卷风，把这个让周瑜吹起来，然后就躲在草丛。啊，去下路看一下，支援一下那个刘邦。啊，下路有个猴子啊，刘邦在对阵猴子孙悟空。哎，我刚下来啊，刚下来人家都没了，开始躲在草丛。哎，刚刚是啊，我看到我方有两个，他已经直接跑回塔下，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大招，暂时也就不用再去塔下强杀，因为强杀也抢不到人头，他血还蛮多的。好，现在对方花木兰也下来了。然后继续，我也躲草丛，看有没有机会。他们如果出来的话，反正是刚开始大家的招数都差不多，应该就一招一技能和二技能，现在大家都是二级嘛，所以伤害也不是很大。哎，绕原路，哎呀呀呀，糟糕！哎，飞走！还好，这个宫本有个二技能可以跳三次，就是连运三次，而且只要把握好时机，逃跑是非常好用的，然后偷那个追击敌人也是非常好用的。哦，糟糕，被那个花木兰的一技能把二技能给撞晕了。然后他的二技能也是一个向前冲或者那个就是有个距离追击敌人，但花木兰就一段，他的三段是一技能，都是每一次都有攻击，但是他的距离没有宫本的二技能那个距离长一点。对方现在貂蝉还有周瑜、吕布还有花木兰三个英雄在中，我们也是三个英雄啊。宫本武藏、刘邦还有孙膑，哎，这是草丛里突然窜出一只猴子来，哎呀，也不知道在这里草丛躲了多久。刚才我就知道这个花木兰是躲了，已经看到花木兰躲在那个草丛了，但是大招也没有出来，但是只是一技能也没刷到他啊。又有一个猴子躲在那草丛，哎呀，刷他一下，他不出来算了啊。他应该对方的貂蝉也看到我在草丛。啊，还想偷袭我，但是我知道他在偷袭。哎，对方的吕布已经四级了，我怎么还没四级呢？还差一半。现在应该我们三个可以打一个，他应该是跑了。现在中路还有，他又对方花木兰，哎，看来应该是把对方三个一起吹来。啊，去下路，我看一下下路那个塔有危险，因为下路孙悟空一个人在那下面偷，搞不好会被他偷了，所以说我一定要下去支援一下那个我方的那个刘那个孙膑，居然走错路了，走到龙窝里面。这么大条路竟然也能走进去啊！走入一个死坑里面啊，都是。因为以前也用过那个孙膑打排位赛，打得还不错。那个孙膑配辅作为辅助还是非常好用的，又能给队友加速，还能给队友就是在追击啊、逃跑啊都是比较有利的。一技能又能把人震晕。啊，然后这两天打了排位赛，好像没用孙膑，最后居然都输了。我也是好郁闷啊！刚才花木兰现在追击我，我可能要死在这里了。哎，居然不追击我，这花木兰有点脑子。哎，不是花木兰，那个应该是猴子。啊，刚才差点被人干死，居然给人抓死了，就他们一格血，一格血很容易就被人秒的。居然他不追我，刚才追我的是猴子啊，那个花木兰去追那个孙膑了啊，孙膑也快没血了，还好及时救治得住了啊，刚才。一场激烈厮杀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！刚才只顾着逃跑，然后又只顾着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，对方就已经牺牲了两名大将，我方就直接得了两分，然后我才辅助了一次。
啊，我换生命应该是去补血了，刚才看一下他就没多少血了。啊，继续下路，下路先交给我，我来守一下下路，因为下路的兵先把它清理一下。准备等一下加一些钱，加一些装备吧，现在有1000多块钱。你去中路支援一下。看看，我刚上来啊，那只猴子，讨厌的猴子又在下面出现了，又准备在我们下路搞破坏。没办法，再跑来跑去啊，真费事儿。又没有我们像刘邦的那个技能传送，不过下路没有五方英雄，就算刘邦他也传送下去也没用。哎呀，刚才刘邦直接传送上来，好像我们三打一，哎呀，吕布不能让他跑了，三打一还能让他跑，哎，这时应该是撞到一个人头。刚才一个一进的他也是残血状态，直接被我刷一下。就算刚才如果没刷到，我肯定也要一直追下去，因为就差那么残血了，就是塔下我们也可以一个干扰把他干扰住。现在就是三打一，三打一啊！我们那个谁，花木兰别跑，现在可以用干扰，刚好把他干扰在这里。他还往回跑，如果往那边跑，那个塔我还干扰不了他。哎呀，这个没抢到，还好，不过也是被我换那个生命抢到。你中路一下，中路的塔有危险，因为中路没人守塔了。现在我和比分5-0，开局就打得挺顺的。先加个剑，然后等一下加个气血之刃。现在对方周瑜，哎呀，猴子就跑出来了。啊，我的这个公共武装血太少了，现在才3.5一点。我还不是满血状态，现在就剩一半血。哎呦，怎么还持续去血？那周瑜的火被他烧到二技能，还能持续去一点点血。啊，上路有危险，赶紧飞上上路来支援一下孙膑。啊，吕布居然把我还孙膑给击杀，我刚跳过来，没想到他已经挂了。刚想抢个人头，没想到对方的吕布应该也是被我还塔给击杀。好，给你加一个气血之刃。加完气血之刃，边打边吸血，但应该要配合攻击力。后面的剑如果升上去的话，吸血也会吸得更多一些。准备应该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人，没人准备拆塔吧。顺便把对方的血给吃了。哎，对方的那个貂蝉，应该可以把对方塔拆掉，然后拆完塔先跑。哇，对方就中路出现两个，我刚才一个大招居然是锁定到这个周瑜身上，我本来是想锁定到花木兰身上的嘞，没想到自己，哎呀呀呀呀，本来应该跑掉了，没想到被那个貂蝉的技能给锁定住了，就剩那么一滴残血的状态下被貂蝉的技能给撞到了啊，好郁闷呀，要不然就可以连杀两个不死一次了。这时候我还孙膑有危险，被吕布的大招给困住了，啊，还好他的一技能有震晕的效果。啊，还有一个加速，然后我换队友应该是能不能击杀的？哎呀，还没想到，就是还能把那个对方的花木兰给击杀了。啊，现在我复活，这样子就看不到外面，看不到那里的激战了。不过应该是你，哎，我换那个，好的，孙膑也挂了，因为他已经残血了，残血状态。如果他再继续跑，应该要继续往回家跑了。不知道他后面是不是回头救人，然后就可能是被猴子给击杀了。啊，因为现在上路的塔好像被拆掉了，拆掉了，现在要把兵清一下，因为他的上路，对方的上路塔也被我拆了，所以说现在对方上路塔就剩两个塔，下路塔还有他们的塔没被拆一个，我们已经被拆了，就是中下两路都被拆了一个塔。那我来打龙，哎呀，居然碰到一个花木兰，不打了，哎，这时候刘邦传过来，那我继续打龙。花木不是那貂蝉，一个大招先把貂蝉定住。哎呀，这时候对方的吕布也用个大招，糟糕，我被锁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一技能没卷到对方吕布。啊，刚才如果刘邦不传送到我这里来，我可能就不会去打龙了。刘邦一下子传送过来，我激动一下，觉得有人了，就可以去支援一下打龙。啊，刚才这一片大欢乐，现在糟糕，技能也没有了。啊，被周瑜的大招给一炮轰死了。哎，像2-1，不过都是残血的状态下，可能打不过周瑜。周瑜技能也是挺稳的，
特别是大招是在那，我那个也是残血状态下，居然被周瑜的一个大招一风给炸死了。因为我虽然血看上去还挺多的，因为我只有几格血，我那个直接给他干死了。啊，这时候孙膑还不撤，啊，孙膑已经没多少血了，还在这乱啊，在塔下调戏对方的孙悟空一个分身，啊，应该是把我方孙膑给击杀了。这时候孙膑应该要及早撤回呀，为什么还在塔下转悠呢？本身就没多少血了，要调戏也要等满血或者一半血以上再去调戏啊，也可以嘛。啊，这应该是残血状态，很容易被猴子给一旦打死。猴子的攻击力也是蛮伤害还是蛮高的，毕竟是18000嘛，人家身价那么高啊。还是说直接来个强杀，跳到塔下，刚才发了一个干扰，然后躲过的地方应该是大招吧，我在他的范围干扰，然后直接把对方的周瑜给击杀，就是说跟他单挑一个周瑜还是没问题的，而且还是在塔下带上干扰，这就叫强杀。应该可能刚才对方都没反应过来吧，因为我发了干扰他都不知道，好像还在那傻傻的跟我打，后面直接就被我一个击杀挂了，挂了之后那个对方的貂蝉下来，还好我跑得快，现在对方好像已经挂了四个英雄，我方才牺牲一个英雄。我现在中路二塔有危险，这个炮兵啊，好要尽快把它解决的，要不然中路塔又要损失一个。对方的中路塔居然还没损失一个，好想把它拆了，先把中路的兵清一下，看能清掉就必须把他的塔给拆了。好，我现在没人下来，那我自己拆塔。哎呀，来了花木兰，快跑快跑，只要出现了就跑，回头再撒你一个龙卷风，让你们去卷起来，让你们常常在天上飞的感觉。哇，开始准备换大招，躲过吕布的大招，往后退一下。哎，这个韩信冲的好快，没办法，他已经冲上去，我们也就只能冲上去打了。啊，哇，这是大乱斗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一阵厮杀下来，啊，对方居然全挂了，啊，团灭。一阵狂殴之后，大家居然就这么获胜了，居然大家一个没死的把对方给干团灭了。啊，我也差点挂了，然后现在先打打小怪，把血吸回来。啊，不过吸血速度好慢呀，应该是我攻击力不够高，然后攻速也不够快，好像打对方的小兵应该是吸血更快，打野的话好像慢一点，还是版本更新，以前好像打野挺快吸血的，不知道是不是版本更新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，啊，吸血是不是还是变慢了一点，还是我血变多了所以说吸血也变慢了。现在我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，差不多六个血。现在对方的中路已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刚才是对方一个塔都没被拆，后面直接被我们现在直接轰出一个缺口出来，就是中路没塔了。现在单挑小龙都是没问题的，连血都不去，直接把小龙给轻轻松松给秒杀。要是这条龙能带回去当宠物也不错啊，大招打英雄挺溜的。现在对方又直接挂了四个英雄，我都没怎么打，哎呀，我现在都在这边打野啊，都我方四个英雄也太猛了，都被我参与，怎么直接把对方给灭了？现在直接四打五都是没问题的，我现在就变成打酱油了，我在这打打兵，我想把上路的塔也给他拆光了。不过好像我方的兄弟群都在拆塔、拆基地啊，那么快拆完？好快好快，一下子对方我们一群已经直接把对方基地给拆了，我还在那边拆塔。好用，好吧，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录制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欢迎点击订阅或者点个赞。我欢迎 MVP 是韩信，对方 MVP 是吕布。